小果，到时候我们真要住一起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上厕所我不关门的啊。我也是，正好。我就直接就是。你上厕所怎么关了？啊，在外面上厕所肯定要关门啊。哦，是疯了！我在外面上厕所，我也不关门。你这话问的，这话问的，真是。你上厕所不关门，你怕啥？我又不是男的。是啊，就是因为你不是男的呀。但就是因为我不是男的，所以你上厕所不关门，你才怕。那是男的不关门，你就不怕啦？啊？什么？啥意思啊？你在说啥？啥意思啊？啊，你来说啥意思、啊？我是怕你会觉得尴尬，我反正不关门。我不尴尬，就是我也没有跟别人一起住过。我在家我还不穿裤子的。我也是，我也不穿。拉粑粑也不关门吗？就是穿个衣服。对啊，拉粑粑也不关啊。那你味道不是飘出去了？没事呀，就是冲掉啊，一边拉一边冲啊。对呀、啊，一边拉一边冲啊。能不能换个话题？绝了绝了！小果进来了吗？选一哦，选一哦！打开新世界了，这个还是正在初始化游戏世界啊？是不是不能进这么多人啊？选不了一吗？就只有我一个人进不去吗？大家都能，你们都进去了，好像是的，是吧？进来了，要不我们先玩那个，先玩那个烟雾弹炸地板的那个，然后看小果能不能进。哎，我进来了，这个我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可以。选潜伏者。选什么？然后我们怎么说？怎么选？选潜伏者。那边选不了吗？只能4v4好像。我的ping好高。多久？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能不能。192。天哪！这好白。别打我！哎。打人，哎，打人干嘛去啊？别打，别打呀！你想快点开始不？你想快点开始，你就别搞乱。搞半天都。你就别捣乱。先听我好吧。好。你们很危险现在。我这样怎么？这样怎么？可以有伤，可以有伤啊！现在兄弟们稍等。好的。为什么有皮肤啊？你以前玩过？他买的。我玩过呀。我开过箱子啊。开过箱子啊？你忘了？胡椒子来着吗？啊。嗯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哇，好恐怖啊！哎呦，来搞一把。这 BGM 好吓人。OK。我就手枪吗？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的鱿鱼游戏，我是本次的负责人陈子，请大家抛开手上的所有事情，听我来讲解。从现在起，无论你是千万级粉丝的主播，还是刚刚加入小奶团的一员，就算你游戏把把打不赢，只能以哭泣来释放自己的情绪，当然在这里哭是没有用的。我知道直播间的贵宾们一定非常期待他们的游戏，但是你们的任何提示将会被记录，将会影响到他们的游戏结果，所以请你们谨慎言行。第一轮蘑菇挖哭皮切死你吧。一定要笑场！蘑菇娃哭泣，蘑菇娃哭泣，我操你妈！请这位三位同学跟我一起走到对面来，没错。好的，好的。这里就是我们的起点。请，这个是一个123木头人的游戏，请在我倒数的时候趁我不注意来到这里哦。OK OK 好的 OK OK 怎么才能看到你转身呢？他会放个音乐，很像那蚂蚁。他会放个音乐。把所有的武器丢掉，如果使用任何武器，将会判定为淘汰哦。哦，这刀呢？不拿狙，刀也要丢吗？刀不用丢吧？电击枪呢？刀丢不了。怎么丢啊？击，按击，按击，按击丢。击，还什么？按击丢，按击丢。那我们等一下走到前面会捡枪哎。
我远离一点。把他丢到后面了，丢到后面，开始丢到后面。好小一个呀，还没开始。这根本看不清啊！啊，还没开始啊！回来回来，还没开始。如果我攻击 PS 你的，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，是你自己唱的吗？到底谁要换啊？等一下。是你自己读的吗？如果我攻击 PS 你的。如果我攻击 PS 你的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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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不敢动了，你都知道把命拿了，死你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不动了，我是不动了啊，我不动了。我不起 PS 你的。如果我过去 PS 你的，我是不可以动啊，我已经过了。PS 你的，如果我过去，死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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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如果我过去干啥？你换个变声器吧，我求你了。如果我过去 PS 你的，捅他捅他捅他！啊，哎呀啊 ！OK， 我震惊，恭喜各位完成了第一关。是谁这么可怜，倒在了地上呢？请大家打开第二张地图，第二个游戏玻璃游戏。我也能在吗？okay. 所以我要离开了是吗？是的。嗯，我就要过不哎，我跟鞋死了。这不算黑皮，我不对，橙子你针对我。我感觉我没动啊，我连我也是。我他们看着我的镜头，我都不敢动。哎呀，宝宝拉我一下，宝宝。我以为你会放那个音乐，我没想到你就是那个音乐。橙子，快点，等会要播报一下奖金，现在升级到多少了？死了两个，奖金死了两个。嗯，初始奖金是多少？不知道啊。初始奖金代表多少钱？初始奖金不遗余次288。可以可以，288.8。巨款呢，这是。OK， 请大家进入游戏。这个是真的巨款，不少了，不少了。邀请我呀。好。可可娃，估计进不去。那死掉一个人，奖金多多少？多100。鱼翅。他以后就二百，现在奖金就88块，总奖金288，现在是88。这是谁的奖金？团团的余额。斗鱼余额给安排明白了是吧？哎，要不我们就是淘汰谁，淘汰掉谁，就看他账户上的余额是多少，就把他账户上的鱼翅加进来嘛。你不是觉得这样更刺激吗？我还有两块，那我还有两块是1.4，那我们不是赚大发了？我有1.4，兄弟们，行，靠谱靠谱。但是我们接下来的活动怎么算？接下来的比赛还有很多。谁还没进啊？谁还没进啊？还有我还没进，要一下。
要不就这样吧，我们找个方法统计一下今天就是得分吧，然后看谁的积分最高。这样吧，嗯，刚刚谁获得第一名，刚谁获得第一名不记得了。小果吧，我是第一个，我这边有个、啊、我前面有个表格哈。OK， 先嘎了，嗯，那就小果。我站出来还要说出来，走着走着先没了。如果你存活，将会得到一分；如果获得第一名，得到两分；如果被淘汰，将得零分。怎么样？可以。那接下来每一关的比赛都是这样了。然后等一下我们玩那个砸玻璃是大概是这样的，我们会分就是两边，然后分两边的话就是一队获胜，然后就都加一分，好吧，就没有获胜就不加分。第一轮还有谁被杀了？还有一姐被杀了。我 OK 可以。哎，还有谁没进啊？橙子不会为了200多块钱我是这次的负责人，我可以不参与。哎，我现在开游戏啊。哎，谁没进？你直接点那个队伍进来吧，就点他的名字，然后进入他的图。我拉你了呀。哎，但我为什么没收到啊？奇怪。哎，我加你好友看看。好的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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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等会怎么分组的？等一下，我们是四v四分组，下一关的话，进去随机选一选二，好吧？好，我重开一下，等一下我的 CSGO 好像卡了。OK 哦，看谁点怪了呀？现在九个粉丝选这两个呀？怎么样？这个变身器可以，很有点像，很有感觉，有点像，有点像那个电视剧里的。确实有点像。这个不是很像，这个就有点搞笑。我刚刚还想那个讲那个蘑菇啊是谁，哪个人在讲。你说吧，你昨天念这一句韩语念了多久？你睡了我还在念。结果今天一上来就直接拉稀。请玩家进入游戏后随机选一选二，系统将会随机分组。然后这个就是用手里的烟雾弹去砸那个别人的地板，让别人掉下去。哎，他现在不能砸是吧？现在不能砸，开始了，现在开始了。你们都进了吗？进了啊。哎，我还没有全部进入。哎，怎么才六个人？刚进。哎，这不对呀，这怎么是烟雾弹啊？不砸地板啊？没有，他现在还不能砸掉那玻璃，好像是。哦。哎。哎呦。啊。啊。哦，他现在有半分钟的热身时间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OK， 试一下，利用手中的烟雾弹和诱饵弹来将敌人。为什么才六个人啊？哎，掉下去一个，我自杀了。掉下去一个，没开始吗？他来能砸死我。这成团儿一个，这成团儿一个。榴弹把我砸死了，他用塑料弹把我砸死了。热身时间到，请各位各就各位。为什么我们这？为什么他们那边少个人啊？那已经开始。对呀，我们这边少个人。对呀，你得过来呀，你得。啊、我也要过去吗？你不过去，那不少个人吗？啊！哎，死一个！嘎了一个！啊！哟，那我也过去。嘎了一个！啊！被包围了吗？这不是？就剩团团了，砸他！砸为啥？哎呦！打一下，就剩他自己了。他那边只剩小果了。你们俩 PK 了，小王，脚下，团子弄的，啊！Nice， 你 Nice，
以，打得好。那、哦、我现在来了，是不是自杀的？我去他们对面，我去这边了。好的，小心点，橙子很厉害，针对他。啊！丢了，别掉下去了。小团团，下去！我下去吧你！真的。啊！怎么下去了？还剩谁？还剩橙子，加油！你们两个打他一个，可以的。我早就没了。啊！我早就没了。团儿，你加错油了，团儿。啊！团儿，你加错油了。分享餐是我们的。啊！快了，分享餐是我们的。不行，哎，我这是同时。这同时、他们赢了，他们赢了，同时，我是被小伙拿那个诱饵弹砸烂了。就你叫苹果是吧？哎，算不准，算不准。哎呦，我的妈耶！哎我，现在是赛点了，赛点了，没了。哎，下去一个，下去一个，下去一个。我一个人打三个呀，兄弟们。你们人少呀，可以。你们人少呀！哎呀，都死了！哎呀，赢了我们。我们这边的是有点菜呀，我们这边的。哎，我一个苹果喂一个分享餐，是不是有点不均衡？他为什么每次都拿那个烟雾弹把我砸死呀、啊？好痛啊！都不敢出来了，不敢出来了，对面。来出来呀，出来呀，出来呀！不应该砸地板吗？逐渐砸！出来呀，出来呀！砸了，砸了，砸了，砸了！团子又剩你一个了。哎，我老被那……那咋办呢？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我把团砸下去了！不行，这个分队太不公平了。这个分队，我觉得重新分吗？这个太不公平了。为什么你自己说自己选、啊？各一组怎么不公平、啊？太不公平啦！怎么打起来了？内讧了，一家这边一家。那每把每把都是我一个人留下。你们怎么这么摔下去？战斗力极其不公平。我干。你想换人吗？这个游戏是非常公平的。咱们怎么换？这怎么换？怎么换人呢？这我。谁要过去？哎 ，M 二 ，M 二。Apple，M，N2，M，这样吧，我觉得这样吧，就是咱们直接在 YY 上面，就是扣一扣二，然后就分组，最少是随机的。你们要自己分组是吗？自己分组吗？就随机分嘛，就黑白、黑白、黑白这样分。可以，那三二一，我喊三二一。嗯，就打黑或白啊。我先切出来。嗯。黑或白吗？嗯 ，OK。三、二、一，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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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正好四个黑。一是黑还是白啊？不知道啊。一是白啊。那就白吧，就白吧。黑个人，我们黑的已经四个了，正好四个了。好，行，那这就是随机的。奶团一哥是谁？橙子呀。橙子。橙子好，我跟奶糖一个一组，来，怎么换队伍？那我是不是要过去啊？那我们 M 点 M， 怎么分队呢？我们黑的在哪边？白的在哪边？黑是黑的恐怖分子，白的反恐精英嘛？对，我去反恐精英那边了。不是，我的反恐好恐怖分子，我来。OK， 选好了，白的来反恐精英这边嘛？白的来反恐精英这边。好了吗？那这个积分是不是要归一下李莹？那他一个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吧？嗯，好，不过 OK， 重新做了就是。然后就三局两胜了啊！苹果三局两胜，是的。奶团一哥 ，OK。哎哎，下去吧你。奶团一哥掉下去了，奶团一哥什么？啊什么？好的，砸死俩。OK OK， 苹果牛逼，跑了。哎什么？就他一个了，是不是？别跳啊，苹果！我的天、啊！别跳，苹果 ！OK， 小果全身的希望，一打一，一打一，小果！哇！我们要围攻他们，我们要围攻他们！不行，奶糖一哥开局就掉下去了，奶糖一哥，先把他们家门口打掉，开局就掉下去啊！我小果走了，我小果下去了，走远了，我走了。
怎么三个人打一个也走了，也没了，也没了。你们人呢？哎，我们这非常的非常的配合，非常的好，这也太假了，啥呀？怎么就结束了吧？我走走走，把这把手先转给他砸了。五局三胜。说改就改。强行改规改规则呀，这叫。小哥，好的。哇塞！这都不堪一击啊！不对呀、啊，我这发现有点不对劲了。你们这个五局三胜也很快呀、啊，五局三胜，七局五胜，哇！你这怎么全我直接给我砸死了？不是谁呀、啊？这是他们呐 ？Q 的 B 耶！弄死你们！这局有点悬啊！哎呀！苹果站那不动，苹果不敢动了他。啊，这个砸到头就好像直接把人砸下去了，我发现。砸到身上会死，砸到身上有伤害。哦，难怪。加油，黑皮加油。这谁啊？弄死了，黑皮打谁？我自己人。黑皮打谁？一哥，橙子。好兄弟。OK。自己人。哎呀，要怎么下去啊？我天，这下没中，离谱了。这道具是到底是多少局多少胜啊？要不十局六胜吧？十局六胜吧。可以可以，还有翻盘点倒是啊。我直接冲他们，我直接干。果小果怎么？这果小果怎么回事？啊！谁把我砸死了？陈子怡砸死我了！这能砸脸？不是我砸的身上。哎呀！我给你拼命了。啊！直接打着我了。好，我也砸人了。好像有希望了啊！要被反超了。没事没事，让他们两局吧。你确定？哎，好的，已经掉俩了，你看着没？怎么有个人从我面前飞过去了？好，我好了，就他家一个了。没了没了，打劈叉了，直接啊，没了。几胜啊！我操，上上来就把人砸死！你怎么也把我给砸死了？这叫同归于尽，知道吗？这么叫？我们围攻他，一姐，我们围攻他！哇，围攻小果牛啊！下去了！好的，小苹果，来吧，小苹果！加油，小果！好的。还有一局我们就赢了，就拿下了！啊！好险！哎呀，哎，完了！只有苹果了，我怀疑是苹果。我怀疑是苹果扔了个坑，让我砸进去了。苹果已经又局了，有问题是吧？赢了，我们赢了。我杀仙了，你们可以右上角，我杀仙了，不够。OK。我们已经赢了，再玩会儿这个。还玩火是吗？我今天，我杀了俩，直接给我砸死了。我把可爱的包带下去了。你把我带下去两次了。啊！牛逼！我发牛逼！天永远的神，牛逼！可以。再也没有人骂我是大傻。谢谢悠悠悠哥哥的飞机，谢谢悠哥哥。啊！爆头了！我冲突了！谢优哥哥的飞机，谢优哥哥的火箭。哎呦！哎呀！连秒两个，差点完了，先直接走下去了。不可能翻盘了，咱们才两分嘛，我们。对呀，你们才两分，你们咋翻？我们才两分嘛。还能翻盘吗？还能翻盘？杀神果小果。哎呀！苹果为进步走路，离谱！谢谢优哥哥的火箭，谢谢我优哥哥的灰机，谢谢，么么鸡 ，moving， 往他们脚下丢，往他们脚下丢 ，OK， 对，往他们脚下丢。你怎么老跟我同归于尽呀、啊？那必须的，你以为我也是玩过 CSGO 的人。哇！我出来直接砸死了。我也嘎了。牛。OK， 对面嘎三个了，OK，nice。
哼，原来赢了是有 BGM 的，没有吧？不是，那是人家花钱的，还有音乐盒。哦，哎呀，我去！哎，大大脚，大大脚，哎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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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哎呀。哎呀 ，nice 啊！哇，这果酱小伙子厉害啊！哎，我们开始反超了。是的。所以打到多少分算赢了？哎，一条大腿，直接给我投了。要不就三十回合。我觉得行，打满吧。行吧，反正大家这么爱玩。耶！我们现在也只是差四分，我们还有机会的，还有机会。Nice！ 对，有机会，不要放弃。好像已经结束了，已经出牌了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没有机会了，还有后半场。赢了，是没了。赢了，还有后半场。哦，后半场。后半场，后半场，那就再来吧。这有什么差距呢？这来。再来吧，我的ping好高啊，两百多ping。哇，宝宝你好，你好阴险。我想看那个有延迟的。宝宝贴着我的脸往我脚下丢。啊，有延迟。橙子，你是最棒的，橙子，弄他们，弄他们。宝宝加油！橙子真砸人是吧？橙子宝宝加油！橙子秀！橙子加油！橙子加油！橙子一哥加油！一哥！哎呀！到这一块了就可以直接砸人了，我感觉。对。嗯，没地方走了，待会儿。哎呀！哎呀！这让我砸到了一次吧。但是我们赢了。每次都被你砸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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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还挺好玩的，是吧？起来，我砸你！哎，谁在门口砸了个洞啊？砸死你！苹果，小果，苹果干嘛呢？苹果，哎呦，我砸不中你！苹果在那儿不动了，我可厉害呢！小果，苹果不动，我都没砸中。有走位的。哎呀，谁呀？对，好像得砸的。看自己人啥呀？把自己人告诉我。黑皮，黑皮，他就爱干的活，我跟你说，绝对是他干的。有内鬼。黑皮，你是内鬼，你把我整死了。哎呀！我砸死我！哎呀！就剩橙子，哎呀！兄弟们，这波要是输了，绝逼怪黑皮，真的，好吧？黑皮，别跟黑皮就是个铁溜子。哇！哎呀！小果夫，来吧！轩你好讨厌，砸得那么准干什么？哎呀，我也掉下去了。我操！轩好像找到了游戏的技巧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游戏。我发现，是的。啊！小小橙子，来吧！先给他打一架。哎。来谁呀？这是来，哎，可以可以。你怎么砸了个坑自己跳进去呢？对呀，我怎么砸了个坑？不是，我延迟好高啊！我延迟两百多。哦，看到了，哎，我延迟太高了。哎呀，苹果又在进步。苹果过，苹果 Enter Shift 它一直在进步走呀。是的，不是 Shift 它不加速，苹果。结束了，是吗？对对对，下次结束了，我们终于我们四个赢了，我们四人一人加一分，无敌。那我们加零分，无敌是谁？对，是谁？谁是一对？就是先黑皮我，然后包包，可爱的 B， 嗯 ，OK， OK， 然后换吧，换了，不用选了，换了不用选了，哼。